Hello everybody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董。今天呢，我又要来炸我家的厨房好啦。不过今天这个系列，我就觉得想要挑战来点特别的。我要我妈她自己去拿材料，看她拿什么材料，我就煮什么材料。我是蛮有点好奇的啦，做这样的东西，希望她拿东西我都会煮啦。OK， 走，叫我妈嘎在后面。啊，看到吗？来跟他们讲 hello。要讲 hello， 要叫一下 hello。OK， 现在我今天拍的东西，我让你随便拿几个材料出来，你拿到什么东西我就煮什么。OK， 来看你拿什么材料，我很紧张哎。番茄 ，OK， 番茄，哇，番茄啊，番茄有煮过吗？应该可以吧？还有什么？鸡蛋，哇，这么多啊！鸡蛋、番茄，哇，番茄炒蛋哦，是不是？可是太普通了。还有什么东西？哇，还有肉啊！煮什么肉？拿这个。三层肉，哇靠！我妈妈很严肃我脸，哇，还有三层肉，哇，还有啊，哇，你这样我弄到好像厨神这样嘞。午餐肉。哦，午餐肉啊，这个应该可以了。OK， 这样子要怎样煮嘞？我们家里又只有两个人嘛，不用紧，我想一下怎样煮。不过我知道是先拿这个猪肉先解冻先。OK， 先给它解冻，然后鸡蛋的话，番茄、鸡蛋、午餐肉，可以煮什么东西的呀？很简单，可以不用紧。我想了过后先，我来给你们讲 ，OK？ 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猪肉呢，已经解得差不多七七八八了啦。我来给它洗一下。好。OK， 然后现在呢，就要开始来腌制这个猪肉了 ，OK？也别倒太多，怕等下太咸。然后还有胡椒粉就可以了。要倒，每一边都要给它倒，因为有些那种辣辣的感觉。OK， 等下我就要拿这个猪肉，我要拿一把剑，这样子就 OK 好了。然后就给它腌制一下。现在呢，就来切午餐肉。啊，几顺利，看到吗？哎，要把它切片，先这样子给它切一半，看它锅开始烧了，所以我们倒油。OK， 现在油呢开始滚了，开始喷油了，就开始去煎这个午餐肉啊，哎，下去煎。我们只来炒一下。给油滚了，我们再给它煎一下。那这时候呢，在等待的时候，顺便我要打蛋先，加一些时间。边搅边炒。对。OK， 是整个蛋，我等了好。OK， 先捞一边那边。剩下最后一撮，把它放下去。我要做一点特别的，这一道我要做番茄鸡蛋午餐肉啊！哎，很怀念野外煮的日子，在外面吹着风吹，那边哇，很大的煮不到嘞，然后每次看着 UV 样子来拿着，想那个天哪，想念了。OK， 变色了，可以上了。搅完了，搅那么够力啊！好。给打下去的蛋糕，我们给它滚了一下子嘞，我们也把这些打下去。大概再翻炒一下，两边有点粘在一起先啊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啊，那状况是这样，虽然是有点不是很美观啊。我们锅很好。给它炒一下。给它入味一下。哎，这个时候呢，就要派上这个粘锅锅上场了啦。好，再来给它煮煮就可以了。
我要搞下去这边几条片。你们看。啊，终于有点像样了，是不是？差不多可以咬了，也有点去咬了，所以就起锅上菜。啊，你们看一下，很尴尬这样，给它均匀。所以接下来做什么？就是要把这一个午餐肉全部给它倒下去。OK， 倒下去，然后给它稍微捞一下，捞一下。给它入味入味一下，对，给它滚一下先。起锅上菜。哇哇哇！给你们看，哇，是满满的嘞。给，先切一下这个猪肉。对，真的真的切出来了。然后我们在里面再煎多一次，这个也放锅先。放锅先，因为这一些肉还在他们炒过，他们里面上的完全熟了。他的肉太肥了啊，跟我一样啊。我叫我奶炒蒜米，蒜米猪肉，我突然想到了啊！啊！对，你就拿一些。对。先炒个蒜米，给它爆香先。好了，多是吗？倒到猪肉里，蒜香猪肉，倒点点盐调味。啊，对，这大家的炒给它爆香就可以了。嗯，看到吗？多么的香！给先试看干了味道怎样先啊？拿个小片子。嗯，可以不？对，加加均匀，差不多可以上菜了。因为蒜米太黑的话，哦，不好，吃不好。OK， 起锅上菜。嗯。哇，蒜香猪肉 ，OK， 所以呢，看到吗？第二道菜出炉了，好，所以在准备就拿饭，阿明，开饭喽 ，OK， 欢迎来到试吃时间，那阿明，你选的材料，我煮的这两道菜，你觉得怎样？还没有吃，还不懂。那、啊、你要这样子，我帮你拿，拿这样子鸡蛋呢，你吃，你觉得如何？味道很够啦，味道很够啊，味道够啊。那来试看这个猪肉，质量如何？哇，好蒜美啊，像烧肉啊。嗯哦，就像烧肉一样，有点蒜米哦，还是有一点点咸啊，也不养咸啊。对，所以阿明，今天你选的材料，我煮这两道菜，这分你拿几分？95。九十五啊，多点95，另外5分呢？这个没有放那些酱油。哦，就差那些酱油味道吧。哦，所以你觉得 OK 吗？煮的 OK 吗 ？OK 啊。可以的啊，看到吗？啊，可能我爸爸有在看到影片，爸你看到吗？我在家是会煮这种东西的，让你老婆吃得到啊，我就随便煮一下。OK 啦，所以呢，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有分享，也不要忘记把我的影片给分享出去，看看。又来炸厨房了，每次炸一次又要装修一次。OK 啦，所以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跟他们讲拜拜，拜拜。跟他们讲拜拜，拜拜。跟他们讲拜拜，多多支持啊，多多支持来哟，继续加油，继续加油。